你要叫一定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的啦。好，那你啊，你有啊，你有啊，你有啊。来，小杰，来，预备。哎呀，叫进嘛，进来嘛。对啊，进来啦。对啊，叫进嘛，进来啦。点头要跳头。第二个是舞龙舞狮的龙。龙。哎，不是点头要投啊？第二个是舞龙舞狮的龙。龙。龙。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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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他感觉是在做某些事。他刚第一个演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演的？我根本第一个人，第一个是真的看不懂。对，所以呢，在电话。没有，等一会就看得懂啊。没有，奶哥第一个应该是很爽，可是我觉得，可是我抓不出他跟杨子怡到底演的有什么不一样。杨子怡演就是在那边站着像没动一样。啊，就哎没动。你哎不行，那已经不是。可是奶哥演的很夸张。不是奶哥是陈哥。没有，第二个是龙嘛，那个，啊那个是静嘛，对不对？龙静，龙静开，龙静，啊他跟龙，答案是龙龙龙龙，画龙点睛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我们不是画龙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啦，哎。我喝吧，龙静，来，龙觉得龙静干扰，对啊，我来，不知道他是自己干扰自己，对，锐利的，哎，奇怪，看第一个谁来演都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算是蛮深的啦，你们要不要到后面聊？动，不行，已经输了，对，我们喝完了，对，喝完了，主持人一次提示。你要提示哪一个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们没有一个，第一个、第二个，没有一个讲到，这样子，锐，第二个字，啊，怎么了？而且，锐还不及格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，他还在想出线路，想出线路，对不对？从他刚才说不要演了。画龙点睛，他现在要猜祥子现任，等一下，他现在要猜祥子现任。那你就开始猜龙飞凤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怎么？第二个是瑞，他就是舞龙舞狮啊，就是祥子现任。对啊，舞龙舞狮啊，很间接啦。祥子现任。好，第二个不是第二个字是瑞，你是你刚才到底是第二个字、啊？第二个字是瑞，那怎么会是祥子现瑞在第四个字？没有，我说他在表现出祥子现瑞的样子。对，我可以这样讲吧？不是舞龙舞狮，瑞字出来了，瑞进千条。像我第四个我演一点，演一点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好。第四个我演一点，没有提示啊。一，晚。挫折感的，沉默跟代言的有关，代言的，我管啊，代言那个壮阳哦，阳是不是？第一那个怎么样？好大，那一个对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好大好壮，还有强好硬，没想到，我没想到，完全没有想到。没有提示啊，音乐。一，晚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吗？你不还有挫折感？对他，他有挫折感的。壮阳哦，阳具。阳是不是？一那个怎么样？好大，那一个对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好大好壮，还有好强好硬，好对对对，没想到，我没想到，完全没有想到啊！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个东西。你先问雅雅姐说你什么？啊，说巨大，好久，明白吗？好久，所以
家知道了吗？对，他老婆不知道他，他很细。不是，好，对，好壮，而且很快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好粗。对。好细，好硬，好强，好壮，怎么好久就没有好粗？没用过这词汇。因为那个名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那个名词没有在我的字典里。那你就知道答案了吧？锐什么锐进出？嗯，什么锐进出？出来三个字哎。不是，你是文学大师。等一下，什么锐？想一想你的表演，刚刚表演。锐进出。第一个加，我知道了啦！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每集都拍我吧，每集都关掉。不用，很丢脸，还要拍你，丢脸，好丢脸哎！每一集都拍。精锐进出。精锐。你第一个字为什么是精？那第二个你在忙什么？我后来就想说，你在忙什么？还在演金子啊？然后就金虫，这是圆的，这是软吗？然后就。太累了。看重点是云哥没有猜到粗啦，重点是云哥。那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粗，没有粗。好啦，答案就是精锐进出。好啦，这很明显的嘛，就是我们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三分的两分，四杯的五杯，恭喜我们奶奶的获胜。好，休息了，现在很简单，别猜，冲冲冲冲。